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习惯有问题都会去问 ChatGPT 呢？那如果我有任何化学相关的问题，我都会先去问 ChatGPT， 当然包括了炼金术方面的问题。最近我从 ChatGPT 那边得到了一些环保炼金配方，这些配方不会产生毒气以及对环境有害的物质。那么我们就来试试看ChatGPT 提供的这些配方有没有效。今天我要测试的配方主要是硫代硫酸钠以及双氧水。那据说这两种物质组合起来，双氧水会负责氧化黄金，硫代硫酸钠则会和黄金组成一种配合的物质，让黄金留在水里。那首先我要先称一下用来做实验的这颗金锭有多重。如果说在实验结束后称量金锭它的重量没有变化，就代表这个配方是无效的。这枚金锭的重量是 7.65 公克。那我们先用蒸馏水将硫代硫酸钠给溶解。我准备了鱼缸打气机，然后通过这条玻璃管把气打入硫代硫酸钠溶液。我还拿出了电磁炉，用最低档帮稍微加温，希望这样子可以增加黄金溶解的速度。将金锭放入溶液中，然后再将双氧水加入。液体最好维持在弱碱性，现在的酸碱度大概是9左右。打开打气机，然后这个实验就正式开始了。那这个实验跑了大概4个小时。那么现在我把金锭拿出来量量看重量有没有变化。将金锭擦干放到秤上，结果重量还是 7.65 公克。那么这一波实验失败，我也问了 ChatGPT 大概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，可能溶液的酸碱度还是偏酸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做第二轮的实验。这一次我加入更多的硫代硫酸钠，然后用蒸馏水将硫代硫酸钠融化。我还要再让溶液更偏向碱性。我使用小苏打来调整溶液的酸碱度。现在测量一下酸碱度，酸碱度现在已经靠近10左右。那么我再加入双氧水，开始这次的实验。这一次我的溶液每天都会新增硫代硫酸钠，然后分批注入双氧水，一共跑了超过24小时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成果。我打算用硫酸亚铁以及氯化亚锡来测试溶液。
氯化亚锡一般是用来测试王水里面有没有黄金，那么我用它来测试看看对硫代硫酸钠溶液会不会有反应。滴下去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么我们再来撒一点硫酸亚铁进去这个测试用的汤匙，是一种沉金剂，它会跟黄金产生反应，结果汤匙内的溶液很快就变色。但是这也不能保证它变色是因为里面有黄金。最后我再将这枚金锭拿出来测量一下它的重量，结果重量一样还是 7.65 公克。这次的实验进行了超过24小时，但是硫代硫酸钠与双氧水的配方依然对黄金没有任何效果。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过这样的配方，如果有懂的朋友，是不是能在底下留言告知我在哪一步做错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下次还会再进行其他配方的实验。